抱住美人的这个男人叫阿古。彰化前县长魏明古2014年胜选之夜喊太太尤文拉基的影片，最近又在各大群组流传。瞧他熟练的法式接吻，就知道嘴上功夫肯定不得了。除了赞叹魏明古大胆投入的吻功，影片也狂批他政见跳票，更直指民进党彰化县长候选人黄秀芳跟他是一个样。黄秀芳也开出相同的扒了票，结果没下文。影片没有任何署名，但左打魏明古，右批黄秀芳，民进党团是气气气气气。他的亲哥哥以及王惠美的这个宪政顾问，他们团队是有计划性的在散播这样子抹黑的影片。国民党团也立刻反击，认为黄秀芳恢复369敬老金的政策，就是在开芭乐票骗彰化选民。为县长的时代，咱就已经有新闻去财政部，因讲这条钱不用你。伊若动算了，想要用绿能税来挹注社福经费，这是咧骗。影片出自谁手？彰化地检署说要查。这段垃圾影片重现江湖，也让彰化县长的选情终于掀起一丝波澜。记者陈韩志毅在锦城彰化采访报道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百至千次，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